着，能够放下。所以然后呢到最后一刻他终于不想再吃药了，不想再医了，他想要走了。这个时候我知道他放下了，因为我不断的做功德，就是希望他放下嘛，他冤亲债主不要来干扰他嘛，他放下以后，我赶快给他讲阿弥陀经，告诉他极乐世界的庄严，他愿意跟我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还教我妈妈念阿弥陀佛干嘛，念阿弥陀佛不是光念给自己，所有一起医院里面的老人都好起来，所有的生病的人都去极乐世界超度了，用慈悲心念佛。我妈妈说好，就跟我念佛念佛。整个从那一天开始他都没有再挣扎过，就安详的四五天以后就往生了，整个身体香香的，连我家里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而且相很好。那往生净土以后，哇，他非常高兴他也开始要学习。他讲了一句话很好，我有请打坐的菩萨，他说我一辈子执着受苦了我到了极乐世界才知道，哇，阿弥陀佛天天在跟我们说，而且呢要我们去帮助众生。所以他现在这种清净学慈悲他觉得他浪费了一辈子了。但是我的当然与他在我讲也没有浪费，没有这个痛苦你怎么会想要极乐世界好？如果你这辈子什么都很快乐，你可能就升天而已所以各位，痛苦好不好痛苦可以让我们觉悟因为不要痛苦，痛苦的因是什么？执着。怎么样痛苦？不要痛苦，放下好不好？放下，不要再计较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压力太大保证你腰会痛所以不要去执着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执着。我们要念下来，愿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的，成佛。成佛，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天天可以参访十方诸佛，能够接近佛陀，必定成佛。那你到了极乐世界，佛教你空性大悲，那你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做人做狗做男人做马来人做印度人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是透过轮回度众生，念佛劝进行者劝大家都发成佛的菩提心，往生净土，成佛。成佛以后你做什么角色都没关系你可以化成美国人，化成政治人物，化成影歌星因为看到你听到你，这个都是假的，利用这个假的都看到他自己的佛性，都让他懂得念佛所以我想各位，那每一个菩萨都会现成不一样的形象，扮演不一样的角色来劝我们念佛。来劝这个念佛的意思就是放下世间的执着，利用这个世间来修行，来积福报，来消业障，然后呢趁愿往生佛的净土而且将来弥勒菩萨成佛要不要来一定会来，只要有佛成佛我们就要来接近他，一直到最后我们成佛。所以来念一下，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记住南无这两个字，南无是你要做的，一心归命，把你的心把你的生命完全相信归于阿弥陀佛，后面由阿弥陀佛负责。阿弥陀佛呢就是以他的48大愿力功德，让我们当下心就在极乐世界，让轮回堕落者让他心到极乐世界超度他。所以那我们只要一心归命，相信，不要相信自己自己是凡夫，哪怕你做了多少功德都不要骄傲，除非你到佛的境界，不要相信说我是初地菩萨我是八地菩萨，那个都不够用你会骄傲，对你不好所以唯有佛，唯有阿弥陀佛是圆满的。所以这样大家来念佛好不好念大声一点好不好我这个地方寺庙很多呢，
念到隔壁的寺庙都听到，啊，念到每一个神都一起来念佛，啊，那今天就是一种大超度。结果念完以后，你变成阿弥陀佛，隔壁的人也变成阿弥陀佛。你只要永远保持这样，那你永远在念佛。这个叫一心念佛，老实念佛。生命是跟众生结缘，死亡是必然的，但是永远在念佛，做善事结善缘，好不好啊？啊，不要怪人家，这个人在吃肉，那你帮他念佛，肉就超度了。啊，你用爱可以感动他。啊，你这样帮他又不去谴责他，他会被你感动的。啊，佛菩萨因缘创造因缘不可思议，就这个意思啦。好，大家合掌，这个合掌代表完全的供养，啊，发菩提心的供养，生命的供养，啊，虔诚的相信，来，南无阿弥陀。就是转化，你想到哪个众生，他马上就转化为阿弥陀佛。所以被撞死的人、自杀的人、堕胎的胎儿都转化啊，而且已经往生净土了，让他更进入佛的心、无上菩提心，上品上身啊，转化提升，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同样的身口意。我们也是哦。啊，所以各位，你没有贪嗔痴了，你没有烦恼了，你没有生病了，因为你一心归命，啊，阿弥陀佛就成为阿弥陀佛的化身了，把自己完全奉献给阿弥陀佛，啊，放下我执，完全奉献，成为阿弥陀佛的化身，帮助阿弥陀佛度所有众生，帮助所有宗教，啊。就是阿弥陀佛，众生皆变成阿弥陀佛，世界都变成极乐世界。当然你也可以想到你的往生的爸爸妈妈，哦，他们都同享功德，发成佛的菩提心，都在上品极乐世界，将来都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功德，有净土普度众生啊，这样的祈愿。
所有写的往生牌位个个都变阿弥陀佛啊，整个所写的战争死亡的都往生净土啊，堕胎死亡的都往生净土，所有火灾水灾飞机掉下来往生者都变成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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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让阿弥陀佛把你的女人化、男性化、贪嗔痴、分别心、分别相，通通净化掉。啊，一句阿弥陀佛，消灭八亿劫，乃至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在这生死里面所造的业习气都断除掉。你只要一心真心念佛，啊，这个时候全然放下，全然断除，啊。你跟世界众生合为一体啊！你要这样，你没有儿子，没有先生，没有太太，没有家庭，没有事业，连身体都没有啊！这个身体只是拿来念佛拜佛的啊，这身体最大的功能而已。你要这样练习。阿弥陀佛，阿弥。所有堕胎、流产、死亡、夭折、胎儿，通通往生净土。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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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所有的屠宰场被杀了动物，所有的坟墓区都变成极乐世界啊，通通往生极乐世界。简单的说，所有有苦的轮回有情，通通都开发他的佛性，阿弥陀佛加持他，他将来势必往生极乐世界，超度了无量无边算不完的众生，往生净土，将来成佛。练习一下，现在你已经快往生了，你躺在病床上了，甚至你强迫站起来，你现在决定了，身体好痛苦啊，世间好痛苦了，你也放下了，因为你现在专心在念佛，马上你就要往生极乐世界了，太高兴了啊！你要学习放下，以后每天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就准备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死亡一点都不可怕，各种业报的死亡，车祸、摔死、病死、跌倒死都不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决心往生净土了，那个时候一定当下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啊！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只要保护一个愿成佛的菩提心，因为佛陀说念佛愿往生，相信阿弥陀佛
你一定不会退转菩提心，将来成佛了。不要再有个性，不要再有想法，只有念佛，为了成佛，为了让所有众生都成佛，为了整个世界都变成极乐世界，为了让所有痛苦都没有，痛苦的本体就可以觉悟了，都成佛。所以痛苦是成佛的助缘，只要他们转化，只要他们念佛，只要他们相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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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早回娑婆度众生，当愿众生当下往生极乐世界，成就佛道，普度众生。南无阿弥陀佛。好，请放掌。佛陀就教我们这个方法，不要烦恼，只管爱，不要处理，只管爱。你今天回去小偷来了，不要打电话给警察，打电话给阿弥陀佛了。记住我跟你讲的你就念佛，希望这个小偷可以拿到一点点他需要的，这样就好了希望这个小偷，我跟你念佛，种下你将来不要再做小偷了，也可以去极乐世界了，跟他结缘好不好？跟他结缘。如果你很怕，打电话这个小偷就拿刀子把你杀掉，因为你用世间的分别心，你的业障就现了。本来这个小偷是要来杀你的，因为他为了保护他自己，他要把你杀掉。结果你坐下来念佛，你坐下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小偷因为你念头变了，业报就改变了，你本来要被杀了，反而你还度了他，这样了不了解？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来了，你跟他计较，你跟他吵架然后累劫的业报就来了，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各位记住这个事情车子来撞下去了，我要死了，赶快念佛，不要想我为什么要死，你为什么要撞我，忘不干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执着，嘣，你下地狱去了，你又去轮回了你又去投胎了，划不来。所以世间是假的，世间只是一个暂时的，但是利用这个假的暂时的，我们了解唯有成佛才可以帮助这个世间。我们念佛的人不是讨厌这个世间，念一下，不执着世间，只有慈悲对待，这就是佛法。你执着就是计较，我要我不要，那是你自找苦吃，谁帮不了你嘛？然后一下就腰痛，就癌症，就糖尿病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病，这个病来了，那就是你起心动念来了。所以各位你掌握这个原则所以平常持戒，这是我们该做的，不要伤害众生。修禅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也是禅定，专心开智慧原来阿弥陀佛的加持让你直接就开智慧，放下世间执着，发菩提心世间都是空的。那
一下就消灭贪嗔痴。因为你专心在念佛的时候，那你不起贪嗔痴，哇，佛力的加持，光一出来没有一点黑暗的啊。佛力一加持的时候，那只有佛力就没有凡夫的想法。所以如果你又加入了一个世间的凡夫的想法，我要我不要的分别，那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加持不了你。阿弥陀佛不是你念了再来，那就不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在加持众生，相不相信？这是真理啊！是你要不要去拉住阿弥陀佛的力量。阿弥陀佛爸爸妈妈没有一刻不爱护子女的，所以这一点阳光佛光永远在，佛的力量遍一切处。所以念一下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意思是说佛的力量都在万法的本体，花里面有阿弥陀佛，苹果里面有阿弥陀佛，空间里面都有佛的力量，十方诸佛的力量遍住常住，这叫常住十方佛，常住十方法，常住十方身。各位相信好不好啊？只是你乱掉了，你赶快拉回来。南无阿弥陀佛，唵嘛呢叭咪吽，啊，你赶快拉回来。所以现在外面下的雨是什么雨？甘露啊，八功德水啊，赶快去洗澡啊！啊，因为你要相信，因为我们在念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的显现。啊，哦，你在念佛的时候啊，突然跌倒，阿弥陀佛的显现，众业轻薄。啊，十分的业只上你一分，跌倒半个钟头痛，但是这辈子不会再断腿了，因为什么？念佛消业障。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众生，方成世事。